希望音樂成為我的事業。我的夢想想成為音樂總監，可以在學校學吉他，我覺得很開心。這個給了很多機會，我學很多其他不同的東西。有目標才知道下一步會怎麼做。比學生的機會都很多的，除了在課堂裏面的學習，我們都有不同的課外活動和不同的經歷給學生的。近年我們很精心去打造的這個成為藝文先修基地就是一個好的例子。我們是有不同的一些課程和一些課堂是給學生去學習的。學生當然可以循正途上大學，或者是讀一些其他的課程，但是打造了這個藝文先修基地也都給了他們多了一個學習的機會，變成他們都多了一個門路去發展的。如果他想從事演藝事業或者跟藝術事業有關的一些行業，他都多了一些途徑的。中一的同學都有機會學習到吉他，從而培養了我對音樂的興趣，對我的將來無論升學或者出來做事都有更加多的選擇。我以前都聽很多長輩說你第時要做律師啊，做醫生啊，沒有荒廢學業，但是我覺得現在我找到自己的夢想，就是向音樂進發。我哋學校除了注重學生的學術知識之外，都很着重學生的全人發展，所以希望除了書本上面的知識之外，都可以帶到其他的藝術範疇給學生。所以我們在方溫那裡會有方溫的吉他班、有作曲班和有其他音樂的興趣班的。學音樂的東西其實不可以一蹴即就的，一定是要很努力地去練習。另外也希望學生可以將音樂當作自己的終身興趣，甚至乎是發展成為終身事業的。